不断苦练再苦练，自我要求再要求，叶大同到底能不能通过评鉴回到连胜呢？叶大同，长官，你怎么认识我？我是正强班长，人生小高调，不要跟别人比，跟你自己比。你去想想，你师父跟你那些严格的训练，只要努力就不会白费。周五晚上10:15，请看《明视新兵日记之特战英雄》。